生命，却要走上一句爱，我们有一个人继续，我接受你的决定，这岁月我以后不会后悔，没选择我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，我会在心里默默的为你而执着，毕竟我们也曾深爱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播音龟缸啊，到现在还这么有体力的，就只有我们的花坛舞的他，再给我们的舞的他一个最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吧！双手对我，双手。你今天跟我回高雄。爱你我却能值得，只是不能再
手在哪里？这在这里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往前靠一点，往前靠一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上来要拜拜哦，原本要跟那个和尚他们要跑去拜拜。